打一把啊，打一把，封盘了，打一把。他可是要继承你账号的。我估计我儿子能打电脑的时候，不知道这个 CF 是什么情况了。你们估计到那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？啊？不知道啥情况。他睡醒了，不是没睡。来打一把。先死个吗？不加威胁的也死个吗？屏蔽的更先死个吗？哇操！来有病吧？看我名字加微信，看我名字加微信，看各大网红私密视频流出。哎，我操！先死个吗？不加威胁的也死个吗？傻逼吧？有病吧？这些人，妈的！这么多，服了，每次都碰到这种。
不是天赋，只要参与别人，这就是你的全部身份。好，不是火锅吗？哎呦，咋了？我呢？玩游戏。
不是真的。是真的。这就是你的全部实力了吗？99吗？我操了！我日你个大爷，整了200个！我操，我还犊子了呀！我操，青春没了呀，兄弟们，我打了200个。我打了200个。